到国际服务公测了。游戏魔方支持全透账号快速注册，能玩拳头旗下所有游戏，一键下载撸啊撸全球服通用客户端，游戏泛化、聊天翻译、外服账号购买，一站式搞定。打野计时，一键配图文，超级游戏助手，自带加速器，畅玩外服无压力。百度搜索游戏魔方即可下载。这把对线谁呢？这把对线哇，又是个寡妇。这寡妇好像很强的样子，小稍微小心一点。合肥推拿，这把不太好打。这个寡妇挺阴险的，所以说这一把的话，我可能会被阴死。合肥推拿，服务，死了，不交了，服务。合肥推拿，嘿嘿嘿，你就像你好像个奥特曼、猪猪侠、闪电小子的葫芦娃你似的。我和你们两个高手针对也不用这么针对吧，老弟，你们两个一级没有用的呀，我一级很强的，我一级，小心呢。精油护体啊，港派指压加合肥推拿接服，我服了。为什么你们支援不到位啊？你们支援这么慢呢？你们这下路两个人多看一下地图啊！你妈了个巴子！走！我感觉我中路现在是打麻将了，好像不是打麻将，打麻将是四个人，好像是打那个双 Q， 打什么呢？打那个扎金花。我靠！你们这些人能不能让人打游戏了？被针对的一个点还在 C， 就很搞了，好吧？我被针对了，我还要帮我的队友。你看，你看多恶心，恶心人呢，真的是。交闪现了，咱们这一把主 Q 副 E 技能。来个银魔刀，排，然后呢，继续深入交流，深入一点，没有，再深入一点，有眼，啊，精油护体可以，不是他吗？冠灯，老纳冲击，合肥对他港派指压加精油护体，接服务漂亮，接服务撞什么？把我石头人不当人吗？小心一点，乌鸦座呀！感谢金克斯送的一发火箭呢。这个黑虎二服务是真会跑啊，不太好上他。寡妇在下半野区，这一波你不来吗，老弟？他没有闪现呢，没闪。港派指压加合肥推拿接点蓝接，给钱。喂，来了来，有人来吗？石头人来了，啊！冠灯老纳冲击，合肥推拿，港派指压，别急，接电蓝，接提亚马特，漂亮，接大龙，27秒钟大招，来，经典绕后，经典。港派那个指压加了精油护体接点蓝接合肥推拿接服转来转来转我来杀我来接交闪接港派指压接服务接死来我大招马上好3 2 1啊关灯老纳冲击接港派指压接合肥推拿死了他已经被我 Q 到了5秒钟时间3我很肉相信我。接精油护体，港派指压接合肥推拿，接。我吐了，他妈的！等一下啊，漂亮！接港派指压接，你咋这么会跑呢？你这个逼！小心金克斯的火箭啊！我有精油护体的。推了，溜了，三郎拿了。港派指压了，合肥推拿了，服务了，精油了，精油护体了，拿下服务费了。
吸血吸血。合肥推拿，你看不值一提。石头人来了，关灯。老纳冲击，港派指压，金牛护体，合肥推拿，点蓝提亚马特，死不死？烧死了。你看，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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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亏。大嘴吐，一吐两吐，走 A 吐吐吐，继续吐，再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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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好走 A。可以，还行还行。金克斯很危险的，金克斯兄弟，有一说一，你是相当危险的。来个关灯，来个老大冲击，合肥推拿，港派指压，服务300块到手，服务300块到手，水银鞋，金克斯都不出现，合肥推拿接港派指压，接点蓝，接闪现躲技能，接三连杀，很可惜。大龙好像不建议打，打也死了，不打，打不了。哎，打也死了，这个大龙就不建议拿了。3100滴血，魔抗240，让对面绝望。好，来，来，啊，关灯，老纳冲击，啊，合肥正在港派，金牛护体，港派指压，我很肉，好，杀我，杀我。好，杀我！石头人呢？完了，完犊子了！完犊子，完犊子！石头人不要上了！完蛋，完蛋！可以，好伤害，好伤害，可以，漂亮！我的！我这个装备被激活好像不肉了，看谁打我很疼。卡特打我1400滴血。金克斯打我1100滴血，卡特这什么输出啊？法穿三穿，这个没有穿两穿。我靠！我的，没事。我这个金克斯什么时候做秒表了？其实我这一波飞怎么说呢？如果金克斯，我这一波怪在什么地方呢？我没有看金克斯出这个秒表，他如果没出秒表，我这一波直接杀他。其实这一波还行，有一说一。但他出个秒表的话，我这一波就懵逼了。我要来个大银魔刀，我要把那个大银魔刀出了。团一下团，哎呦，石头人没大了，那完蛋。港派指压，关灯，老纳冲击，合肥推拿，接金油护体，服，接港派指压，接合肥推拿，接死，接乌鸦坐飞机接走。别急，接金牛护体，接救我，接合肥推拿，这波杀了两个立功了，这波二换三赚了，对面拿了一条大龙，没有打出优势，我们有水龙可以回血，不亏，不用着急。溜了，金油护体，港派指压，好，你要杀不掉我，交闪还不行吗？贯灯，金油护体，移形换影大法，港派指压，溜了，合肥推拿，接点蓝，接符，接撞击，接乌鸦坐飞机，接石头人死，四个人拿命来杀我，可以。我这一波其实不应该反向逃跑的，我这一波本来想来个乾坤大挪移的，但是奈何那这一波没办法，他们教了很多技能，这个左翼他那个一技能跑得好远呢、啊、这个对，推了关灯，老纳冲击，港派指压，点蓝，合肥推拿，金油护体，服，已经服务很到位了。这一波，我这一波已经非常坚挺了。金克斯的服复活甲已经给我服务出来了。大嘴能吐不？可以，一波了，漂亮，好闪，可以，把立功打在直播间里面。
这一波已经很到位了，虽然说死了。嗯，我靠，这石头人太变态了，石头人。哎，还行吗？还可以吗？还是很强的呀，主播这时候小服务技巧 MVP 12.9 的 KDA 没得黑的，有一说一，伤害怎么说，伤害第二高，肉梦魇